我公司研制的加热、压榨、过滤一体化的榨油设备，能自动控制油料压榨温度，具有出油率高、油品质量好等特点。该机采用电加热管加热榨糖，因而能使榨糖在短时间内升到油料所需的压榨温度，提高油料的出油率。本机采用真空滤油，毛油净化速度快，油品质量好。 该机主要适用于芝麻、花生、菜籽、大豆等油料作物的热榨，所以该机最适用于小型油厂及个体专业户使用。机器的结构6YL-80型榨滤一体化榨油机，主要有以下三大部分：一、油料压榨部分；二、电气控制部分；三、真空过滤部分。机器的安装。 机器安装时，整机与连接部分应保持水平，以防工作时震动。机器应接地线，以保证工作安全。机器的操作：榨油机部分，将榨油机齿轮箱加20号机械油，油位达到油镜的中部，再将推进丝部位加足润滑油，检查各部件是否紧固。 再用手扳动榨油机皮带轮，检查机器有无松动和卡死现象。若有异常，应及时排除。松开锁紧螺母，将榨箩轴拧到死点，再退3至4圈，再前进半圈，以保证榨箩与出饼圈的间隙。打开榨油机的开关。 检查榨油机皮带轮旋转方向是否与标识方向一致，若不一致，应及时调整。检查过滤部分，检查滤油部分各接头处有无漏气松动现象。油缸过滤各部位检查完后，再对机器进行启动。首先启动加热管，在10分钟左右，榨油机榨糖温度达到160摄氏度时。 红色指示灯亮，在启动榨油机，可将炒好的油料加入料斗，并调节出饼厚度。当饼厚在 0.8至1.2毫米时，再拧紧放松螺母，以求榨油机正常稳定的工作。榨油机榨出的毛油由接油盘流入真空滤油机的一个油缸内。 打开本油缸的抽气阀门，使其抽气，其余阀门均关闭。当毛油覆盖滤布时，再启动真空泵。当本油缸过滤一次毛油后，把淌油板改变位置，按照上述方法操作，这样使整个机器连续工作。同时要不断清除滤布上的油渣，以防影响过滤。 当油缸内净化后的油达到油标位置时，便可以关闭此油缸的真空阀门，打开放气阀。打开油缸放油阀，放出净化油，同时使毛油流入另一个油缸，打开另一个油缸的真空阀门。两个滤油缸轮流使用，要不断观察油缸观察镜。 如发现油缸有油墨时，应及时打开放气阀，让油墨消失，以防油墨空泵。